2019年八八风灾第七天，全台50个山区村落因为桥梁断裂、通讯失联，成了没水没电的孤岛。经过风灾蹂躏的山区寸步难行，更何况执行搜救行动。当时国防部出手了，经过特殊训练的特战部队300名精锐进行跳岛式的搜救行动。1986年阎湾监狱暴动，支援警力的也有他们的身影，黑鹰和梁山特战队迅速压制犯人。曾经担任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江振中曾经自豪地说，我国的特战部队战力媲美美军三角洲及海豹部队。2001年，美国911双子星大楼遭到恐怖攻击。事件主谋宾拉登在十年后遭到美军击毙，外传就是海豹部队执行的斩首行动。其实，中华民国的特种部队就是靠美军训练出来的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，国军很多特种部队的里面都出现有美国人的影子。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两岸情势跟世界局势的变化所造成。2018年九合一大选前，美国雷根号航空母舰在台湾东部海域巡航，还派出两架军舰路过台海。几个月后，中国大陆歼十一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，台湾成为中美贸易战的角力筹码，更是两大世界强国军武势力的展示场。那难道你就坐在这边坐以待毙吗？实际上不是的。根据刘文孝多年观察，点出我国国防随着历届总统与对岸关系的对峙或缓和，因而积极强化或平稳维持，但唯独专责特殊任务或是重大事件的特种部队，他们的铁血训练从不间断。今天你不管是防御或者是攻击，你第一批上去的，绝对不是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些普通的阿兵哥，一定是特种部队先上去，他们要先做一些敌前的部署，或者是帮你摧毁掉一些你不该存在的或者对你有很大伤害的地方。Each trooper will learn this operation by heart and know his mission to the detail. 二次大战的诺曼底空降，那些伞兵为什么要先跳下去？他就是要去抢占一些桥梁，哦，夺占一些有利目标。要成功进入敌区，有两大渗透方式：第一靠空降，第二从海边上岸。进入敌后，还得面对难以预料的地形地貌，如何克服？靠的就是不间断的严苛训练，一步步造就特种部队的超强战力。必须要照这样子的零线地形，那训练你的小腿肌耐力，还有你的爆发力，最重要就是平衡。你要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快、很稳准的到达前方的目标？预备，好，开始！部队的训练基地接受渗透基础训练，当记者还在边摔边跑时，短短30秒，另外一头的摄影机早就捕捉到教官抵达目的地，还能轻松做讲解。山羊路的重点在于你的平衡，还有小腿肌耐力，你的反应一定要快。好，像我们的伙伴现在在后面，加油！啊，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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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！重点！哇，太高了！用脚尖，脚尖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走下来！啊！再下来！刚刚教官一直在叫我再往上切，往上切，就要像天威真正天威部队一样，一直走到最陡峭的地方。但我是一个普通人，
我走到一半，我就一路滑下来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无论看到什么地形，唯一目标只有穿越，训练出特种部队的巅峰体能以及身体肌肉的直觉反应，同时再靠特殊的伪装，即使站在敌军面前，他也看不见。早期的特种部队在海岸线特工，他们的伪装是拿什么伪装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们的伪装是为了要防止军犬会吠。嗯。拿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猜猜看。不知道啊，用什么？拿粪便。用粪便抹全身。人拉的不一定，所以动物就闻不到人的体味，就不会叫，就可以做海岸线渗透。不会吧，这么挑战人性，真的要拿粪便抹脸做伪装吗？好家在正当我们松口气，庆幸沿岸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排泄物，就在此时，哎，教官手上的那一坨黑色黏糊糊的是什么？通常如果选择材料，你看这个这么的硬，好，但是里面它没有太阳晒，所以里面会比较软，就是烂泥巴，而且这个很干净，它不会臭，你摸看看。这个可以做伪装。可以啊，好。等一下，伪装的面积就是你的衣服。我的衣服就是一个伪装的，安全帽，全部会反光会亮的，你不要让它变迷彩的，你把它沾一点水，它就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在玩那烂泥巴一样。OK 吗？好，所以现在换我了，是不是？也干净的，这样子半块，加啊！漂亮，待会干了就很漂亮哦。好，还有耳朵，你的脖子。绑架对方指挥官，我们的精准武器没有办法执行这种事啊！你必须人下去确认你的目标在哪里。你要抓活的抓死的你自己要决定。特种部队除了执行特殊任务，还负责北中南的反恐行动，有时还会支援重大事故，平时分散在国军部队里，一旦战争开打，特种部队精英们将发挥受训时的坚韧毅力，身先士卒，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。杀入敌人巢穴，另外一组人同时在外头掩护，他们是战斗民族俄罗斯的特种部队阿尔法。这支富有传奇名声的反恐特种部队多年来攻无不克，战绩相当优秀。阿尔法部队成立于1974年苏联时期，主要任务是进行反恐、解救人质，对敌国或是敌对组织实施侦查、破坏和暗杀等行动，被认为是全球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之一。而说到特种部队，就不能忘记历史最悠久的英国皇家空军特勤总队，他们成立于二战时期，主要任务是反恐、反叛乱。英国皇家空军特勤秉持着只要敢就能获胜的精神指标，参与过多场战役，过去也曾对抗爱尔兰共和军，前往阿富汗战斗，歼灭塔利班神学士，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打击 IS 不遗余力。掩护锁定目标，精准擒拿恐怖分子，在反恐行动中表现最亮眼的就是这支法国的特种部队，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，简称 GIGN。 尽管组织小，只有90人，但是成员却个个精悍， GIGN 更有凯旋门前的利剑称号。成员们除了要熟悉自己的装备，就连恐怖分子的常用武器也要会操作，他们还必须学会爆破、狙击、空降、潜水等技巧，甚至专精几种外语，体能和智力要求超乎想象。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同样也是规模小，但是战斗力十足，不只要会搜集情报，也要随时出动侦察行动，更不用说快很准，一举歼灭敌人。世界各国特种部队不只比规模，也要比实力，才能杀个敌人片甲不留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。
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中，各国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来场顶尖对决？大国背后千丝万缕的角力战，又藏着什么各怀鬼胎的计谋策略？每周六晚间9点到11点，最权威的专家用最独特的观点触动你的脑神经，满足你的求知欲。现在跟着我郑一郑一起前进战略高地。